尖端未来。魅惑。哇！哇！节操也700点。节操也是狂玩的那一种，好不好？他也很猛。啊，那是以前的事啊。那是曾经的。20分钟、啊。可以啦。不行，那就要等你进来再进去啊。把我们先进去死掉。啊，对，我还没吃饭。你在跟谁？放心啊。问杰克。是个大一。谁叫我？团团，他走掉了。干柴。啊，那就不客气啦。他放倒了，小心！我当猫的天气预报，走吧。互撞啦！去踢呀！帮我躺一下。好。他突然就开始了，所以我没有压。团圆吧。两个被丢包。快的吧？啊、哦，丢包，谢谢。嘿，好，我猜错了，四个。都在这里啊！我没事。我要喝冷饮。我也是。我回去喝冷饮。啊，我总共是一号营地。哎，我也是。啊、哦，那好，不是我的问题了。有红莲面镜啊。那个。补给将用的随身红莲带两个了、哦，红莲暴灵啊！你刚刚说专用了什么？随身食物。随身食物，你不等红莲带两个吗？对啊，好像只拿两个了。改了吧？他改了蛮多的。不能给你吃太爽。哎、欸，打了吗？开始打了吗？开始打了吗？还没。哎、欸，我还在装。还好我没事。我们是不是跑错路了？是啊，他在那个，直接跳过去了。哎、欸，啊，你们总在哪里？没有啊。不要咬我，臭蜜蜂，臭蚊子。对哦，我干嘛喝冷饮？我有热无效。臭蜜蜂，臭蚊子。黑红，黑红。咬三圈。黑红，黑红。跟他跑了。红龙王的脚印啊！我要黑黑的。黑红。对，黑黑的。黑黑的。你要干了吗？有打到了，我没有九桃啊，地上有，我觉得这里有，这里怎么没有？有水球罐啊，这里，好响亮的 skin 一声哦，我喜欢。啊靠，怎么是？还可以吧？可以，不是啊，我总是蹲下来在挖主题、哦。打他。哎呀，阿飞有点高，我只能这样打。还可以再好，我想当那位勇者，只是他不给我机会。哎，转过来，掉下去喽！对，没有。哎、欸，他很不给你面子、啊，真的。
他就不给面子的那种。是你先逼我的。嗯，先逼我的，我看一下哦。没有啊，他只有他没有可以变那个的啊。描色器，对啊，那个是在那个背上使用那个你的头石头。打了，他就只能丢石头嘛，不能用飞枪抓打他。对，不行，没有这东西。那因为我那时候看你，我也没看到。火焰钻一个，是不是要先？对吧、啊？他的吼叫是有伤害的，而且很痛，小心。还是需要补哎、欸。我会努力打他手的，我这次记起来了。还蛮痛的。他打手。他打手，哎、欸，不他打。这闯进来。哎！更大只的土鸡龙，厉害了！哇，他挖的是岩浆啊！哇，去啦！哦，我的天！我们叫几天啊？等下有人要被烫死了！我要煮上水了。小只的土鸡龙跟大只的土鸡龙都在撞我，还可以再撞一次哎、欸！那好好。哦，那时候我没有石头了。张叫的突击龙。啊！不要这时候挖东西啦，莫名其妙。突击龙。转过去看他。哎呦，瞬移，瞬移，瞬移。等。等一下啦，他学突击龙啦。哎、欸，黑轰可以撞啊。等一下啦。我找不到石头，石头呢？我有，只是。很恐怖啊，上去会死人啊！哎呀，等一下啦！等加入。啊，突击龙走了，突击龙走了。哎、欸，我要走，不要撞我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走走。啊，为什么跟着你走？Let's go！ 水啦！这是替我婆婆报仇的。OK。动哎！啊，拍谁？啊！突击龙又来啦！各位注意，有大火球！哇，好大火球、啊！你看我的血量，我看到了，要死！那个是突击龙！哎呦呦呦呦呦！我换补，我换补，我换补。对不起，我走错地方了。我看，挖了。哎，蜜蜂。哦，哇！他拿那个岩浆砸他头哎、欸！有！啊，这边就有一块岩石的靠腰。好了。哦，不要吼我了，妈，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没事，你放屁，他生气了。你们喜欢的小捕食来了，哎，突击龙，我大便，我以为暴鳞龙是最鸡巴的，原来突击龙才是，我丢到黑红、欸，他要走了，看到了，记得我后尾巴各位，哇。一颗就砸在这里。天灵，好扯哦！我用血祭的呢，不扯吧？那好吧，
然可以。等一下，留他打边好不好？如何？哈努努来了，努努啊！努努。哎、欸，好，他在上面了。我走这里啊，走这里，走这。哎、欸，我走，我在那边可以走。我以为他在上面。啊！住手，努努！努努！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瞬间移动。嗨。在这有另外一个王八蛋在这边、啊欸、他尾巴断掉了，所以他逃过哪一个？哎、欸，他来了，他的尾巴。哎、欸，猛牛也上来了、欸欸。啊！真奇怪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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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在准备，我在准备。别有，丢了，丢了，都丢了，都丢了，都丢了。他可撞哎、欸。有人有想法吗？有，我很有想法。他是不是？这里。我终于可以来，我把两只手都软化。Nice。有两只手都软化了。啊！击败七面族。哇，刚刚是土鸡龙，现在是情愿组。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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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我的我的，是他左手没爆的。没关系，你们全力输出，我来啦。哇！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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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别再叫了。我怎么闻到起司的味道、啊？起司？嗯。撞。麻了，麻了，麻了。麻了，麻了，麻了。物理麻醉。我看到奇面族，麻奇面族哎！要不要救你啊？知道你们平时怎么对我们的了吧？快挂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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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估计有一半的血是屠鸡龙打出来的。干，等他好了啦。他不，哎呦，黄连暴脸会在那边。各位小心。哦，他好像看到我们。没有，他看到了。没有，我拿屎丢他。等一下，他没有睡觉啊。他没有睡，他没有睡，直接抓就好了。丢丢丢！啊，哇靠！来了，死下来了！啊，等等等等，为什么？这，死下来了！嘟嘟嘟嘟！哎，放尊重点！真的哎，不给尊重哎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有没有票？没有票。哎、哦欸，有一个天灵，两个天灵哎、欸！哇哇，献血有用，解死解放，果然有人献血有差哎、欸！啊，对，我还要装投石珠，投石度沼，找度珠。找露珠能干嘛？就是你在那个啊泥巴那边走路会比较快啊。还有雪地也会。我就尾王的那个沙子也可以。哦。好用吧？想装想装的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萤火龙也是在龙结晶吗？我这两天都没有拿到哎、欸。还是你还没有遇过萤火龙？我有啊。哦有。我打了两次萤火龙哎、欸，我现在。任务里面还我自由里面还有一个在那个斗技场的，你要打吗？好啊，好啊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！哇，好多人抢哦，我也好想要。不然我开，然后我退出。
没有，那还是在一样啊，不是啊，那有差别。我开我退出，我再开一个，懂吗？哦，那你任务不会被取消掉？道具厂开了就没了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它是会消失的任务哎、欸，它跟调查一样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它若按穷技嘞，哦，你是不是很想打？有一点，我再看看啦、啊，我看一下，不然我看一下我现在。没有，好，我想说现在去看我的巨魔。没差、啊，不然你们打，我去打别的。没，对，没。反正我现在还没有需要用到萤火的，我要打黑轰轰龙跟猎鸡。那、啊、现在要打什么？要打萤火。啊，承接。没有的话就打黑轰啊。杰克进去找足迹吗？嗯，我在找足迹了。他找限定地图吗？我一开始，你是说在古代树？我古代树找一找之后到珊瑚地。谁的？明波吗？明波。你直接去麒麟的睡觉的地方就好了。对啊，没有，他还没找完足迹啊，不用找，直接过去就可以了、啊。对啊，不用找足迹吗？对啊，不用啊，只要出完动画就好了。那、哦嗯、就飞过去了。好啦，萤火，然后粉尘带着，不用啦，有我。要不要100等啊？70吧，啊，干嘛？你又没70哦？有啊，有啊。哦，将近92了，很慢了。他昨天睡了一个白天呢、欸。靠，没，真没有、欸。没有吗？没有啊。我误会你了吗？半个而已啦。睡了一个下午，对啊，我其实今天睡了一个白天，他就已经过我了、啊。不过昨天的白天，我好像只醒来三个小时。哎、欸，是晚上了，你要不要去找水母？水母，咪咪，萤火龙比较好打哦。这场打完，我也先关台喽。萝卜糕、节操、节操，喂，没去啊？没声音吗？我讲话没声音吗？有声音啊！有声音。那啷嘞？被 gank。我问一下，你不是说到那个到麒麟家，然后嘞？没有吗？没动画、啊。嗯？我是直接走去麒麟家就有了呢。你路上足迹有没有捡啊？你是直接用滑空滑上去哦？没有，我是就其实都是麒麟的脚印。嘞？会不会是足迹要先捡到一定程度，它才会触发？我真的是直接就一路走上去、欸，哎，没有主线的话是一路走上去，没错啊。嗯，好了，走了。快来等你，就全世界在等你哦、喔。我刚才有说我去厕所、啊，没有听到。有，我说我没有听到。不要动！那是不是少一个啊？还有一个人呢？在那边啊？哦，好了，走吧。
先落石吗？就先用直头丢落石下方啊，引他过去啊。我先丢丢看。那江江是直接……哎，我直接被开轰了，为什么？你是说猫的吸引仇恨啊之类的？没有吧？没有啊。你打吧，打吧，打吧。那不是我。下去了。哦，没事啊。我的树烧起来啦！哎、欸，先等一下再按。啊。好，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说等一下再按吧？好，知道了。没差、啊，他这个也扛不了久。头软了。再撞一次，那下去咯。好。会有吗？我回来，你看，哦，我就我四分之三跟我说要回来那个。哦，你没回去那个看那个吗？对。哦。第一次触发剧情之后才会出现那个吧？我觉得是以前的 bug， 因为以前你们现在采足机会显示那个进度条吗？会啊。会了哈，我们以前不会。不会。我现在是不会。哦，还是不会啊、哦。因为以前你是要结束之后才知道你有没有完成，或是结束之后才知道、啊？结束之后会结算啊，对啊。哦，是指都一样吧？好。因为反切意思是说，就是你在剪的时候就知道。哦，没有。哦，好，一样，大家是公平。哎，晕了。就结算的时候会跑看多少啊，然后你跑超过一定之后，它就回来会有一个剧情。然后就变成讲珊瑚地形那边有东西。哦，它好红。他不怕龙，我还拿龙打他。哎、欸，不然、啊、他怕火龙吧？不、啊，他是火龙系的，火龙系都怕火龙。火龙怕火龙。嗯。尾巴。哇，怎么越飞越高？对啊。我觉得那边好危险。巨龙枪快好了不下来吗？我在等。
没有说猫之翼啊。我被打趴在地上，要跳下也跳不下。屁啦，你还爬上去打他？你怎么一直中毒啊？我也不想。Oh my god， 他的火焰真梗。可以了，准备。啊，阿姨发。啊，有，中间有。怎么站起来就被甩？站起来就被甩。啊，晕！哎呀！就是闪光。再冲没用。太重。没石头。啊，有点远。啊，没有，我没转他头，所以应该。好喘。哦，水啦！太差不多了，感觉啦。你要试试看吗？我不试啊。快点，要抗性哦，不会，不用怕。啊，挂掉了，抓到了，不用怕了。挂掉了。刚刚最后一下是谁打的？我在挖尾巴。你坏坏，你这样子 HDD 就没有了哎、欸。直接一炮打死。一炮炸死。你为什么不让我尝试？我觉得那个数值应该是够抓，没错。都差一炮了，应该是可以。对啊。我去搜寻看看好了。萤火龙调查。猫的探索好天气，去龙结晶之地。好，等一下来探索。还有一张的 SP。龙好体术。好啦，我去观台。好。好啦，感谢今天下午的收看。今天因为有新的活动，所以就一样继续开着打。那感谢今天收看啦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Facebook 也不要忘记，记得。打开通知哦，好啦，大家拜拜。